就特别过年了，也是乡亲开始大摒扫的时阵。罗岗镇公所今仔日早起举行年终大摒扫世事大会，号召大家做伙动起来，将身躯边的环境整理好清气，共同建立一个优质的生活环境，健康欢喜迎新年。罗岗镇公所举办世事大会，镇内21个社区超过200位志工出席，大家做伙来为环境清洁打拼。为了配合个人年终大摒扫的习惯，罗岗镇公所伫春节前三礼拜开始推出年终大摒扫的运动，并且举办世事大会，希望宣导大家做伙来动手整顿家园，让大家有适合居住的环境，身心拢健康。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吼，让新的一年有新年新气象，今仔咱公所邀请到咱罗岗在地跩乡亲，以及21个社区共同吼来到咱公所头前来做这个清洁打扫的一个誓师大会。尤其咱过年吼，已经要到啊，所以吼，伫这个清洁组，咱公所每年拢会发起吼，这社区与乡亲大家共同来打扫咱的这居住环境，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有个提升，也能够说吼，迎接新的一年除旧布新的一个新气象，来当讲吼，咱的这安尼打扫这个环境，也当让咱的这安尼居住环境吼，有一个好的环境，也当让咱来带了，感觉心情身心灵拢会较搁较健康。还有比吼啊，咱这从1月10号到1月22号，那我这清运吼大型家具，啊那需要人吼，会当吼打电话到咱罗岗清洁队哦来做一个联系。啊，我们过年期间吼的一个各色区域的情形，那已经吼公布吼在我们的网站，还有许志荣吼粉丝专业，啊个吼咱家户吼拢会发一个通知单。那我们唔知影，买使打电话到咱公所啊清洁队吼来做一个查询。年尾到了，环境清洁维护工作，每一个人拢有责任。镇长带领社区志工做伙画口号，做伙加油鼓励，呼吁家家户户进行厝内厝外环境大摒扫，清除废弃物，减少西芒虫的机会，为垃圾无落地、垃圾分类到垃圾回收再利用，并且加强绿美化，共同建立优质的生活环境。新竹华新闻蔡良谦录港采访报道。